近日，俄罗斯媒体报道出一篇重磅消息：美军的 F 三十五战机被伊朗 S 三百发现并跟踪。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否就证明伊朗的 S 三零零导弹具备了发现隐身飞机 F 三十五的能力了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事发当天，美军驻阿联酋奥德菲尔空军基地的十二架 F 三十五起飞，执行日常巡逻和武力展示任务。 但为了训练第三日打击战术，于是使用了野兽作战模式。在该作战模式下，F-35 将放弃隐身能力，使用弹药外挂模式，最大程度的发挥该飞机炸弹卡车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S-300 才发现和追踪和 F-35。所谓的野兽模式，一般是美军在前期将敌人的防空系统和空中航空兵消灭的差不多。 之后的简陋和补充打击作战，美军认为，对付防空力量强劲的地区武装力量时，F 三十五这样的战机，第一日和第二日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利用隐身性能渗透进入其防空火力网，然后将指挥控制和火力发射等重要节点摧毁，使其作战体系失能，也就是所谓的踹门作战。由于 F 三十五具备高度的隐身能力和对地侦测能力。 对手的防空体系一般都不能幸免。F-35 在这一隐身模式下和 S-300 可谓是交手数次，皆大胜而归。实战例子发生在叙利亚较多，俄军和叙军在叙利亚装备的 S-300 导弹完全无法发现和跟踪以色列的 F-35 战机，数次被 F-35 突入到危险距离投掷炸弹，扬长而去。 虽然 S 三零零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了所谓的疑似目标多次发射，但战绩仍然为零。这也不奇怪。S 三零零作为第三代防空导弹系统，其配备的雷达是一般的三坐标雷达。而 F 三十五的研发和技术就是专门针对这种 S 波段和 X 波段的搜索与火控雷达的。即便是俄罗斯号称能够反隐身的 S 四零零导弹和 JY 十四反隐身雷达。 也在叙利亚和 F 三十五的交手中败下阵来，更别说 S 三零零了。俄罗斯出售给伊朗的这批 S 三零零并不比叙利亚的那批更先进，所以只能说这次 S 三零零虽然发现了 F 三十五，35, 却也只能望洋兴叹。实际上，即便是在野兽模式的 F 三十五，35, 伊朗使用 S 三零零也是拿它没有太多办法的。 第一野兽模式的 F 三十五雷达信号特征在 S 三零零导弹数据库里没有出现过。对这种目标，伊朗虽然会发现高速掠过的雷达电磁波信号，但却无法识别出具体是什么机型。伊朗和防空系统和航空兵作战系统不互相连接。如果伊朗每次发现这种目标就直接射击击落，那伊朗自己的飞机就遭殃了。 所以，伊朗的 S 三零零即便发现了 s 三十五，也不会贸然开火，而是要首先确认。这次俄罗斯发布发现 s 三十五的消息，大概率是事后通过情报确认，而不是当时立即识别。第二，是野兽模式的 s 三十五可以随时转换为隐身模式。s 三十五携带外挂弹药,药后，的确会失去隐身能力，但在面对威胁度较高防空系统或者来袭导弹时。 F 三十五可以直接将这些弹药甩掉，这样 F 三十五就瞬间恢复了隐身能力。此时 S 三零零的地空导弹追踪系统就会失去了追踪目标，无法引导导弹继续抗击拦截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